有快的龙斯克已经拿到枪了，是的，直接换好子弹下来怼。哇，这一波感觉派肉大势已去啊，只剩左子轩，686能创造奇迹吗？两个人在这个厕所里面，起来找人，这是个双架，又是一波零换四。他完全没有想到里面还有一个伯良，是又是零换四 IFQ 啊。两个是打的头，全部跟掉。王扎进来，进入沼泽地。哎呦，这个车被打炸了，有掩体吗？能救吗？直接放弃了，兄弟，拜拜了您嘞！太空旷了，救不了。是，这得是遭受了多少个枪线啊？车能打炸？电塔的这个位置会有人去吗？不然，哇，车上直接吃到一枪头。去了，去了，要去电塔吗 ？FQI。FQI，但是不去电塔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伯良直接被抽了下来 ，Forever 也手感不错啊。是的，一枪直接被补掉了。就是不可能让 FQ 救的。啊，蹦蹦这个在，好 ，FQ 是来到他们自己熟悉的位置，就是电塔旁边的土路。是的，然后 Gatsby 在上面还截了一个鱼人。鱼人是万万没想到，怎么龙脊山别？好的，那这样的话。是拦截了一下 RPS 的节奏，啊，所以说仔细回想，小番茄说的话好像是有那么个道理。开始了，鱼人，RPS 有点被动啊 ，RPS 现在周边没有什么能去的点了，从地图上来看的话。他是一路被驱赶，而且他这个时间四个人先集结一波，是的，对吧？近点其实还有个 IPY 是他们的威胁，然后旁边的话十七应该也是在等机会。没错，嗯，其实这一波对于富尔姆来说可能是个抗压点了，因为现在十七也不太圈啊。十七现在是在左右找机会，哪边打起来我就去看能不能收一收。是的，好，天霸也要找机会往里进，因为鬼屋的人已经撤了，天霸在原里应该是吃到这个信息，要抢这个鬼屋。来了，开车！现在七七的血量太少了，哦，其实我感觉有点危险，但是也没办法，稍微停。哦，在坑里先这个把状态先打一打吧。RBS 选择强冲，又是一波盲炸，看十二月能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要去这个甩率可能是个麦田圈了。GW 有点勇，在原点有小鹿的枪线帮忙架侧身，然后行兽被放倒。是的。主要是阿伟这个侧身枪线，哎，但是自己倒了，而且自己救不了的。他这个位置真的还非常的抗压呀。出现意外的话，可能自己就很难保命了。主要小北拉的那个角度，队友帮不到枪。是的。而且 Forever 那边也倒地，双方的有提到的问题就是在于 Forever 这个点是一定要抗压的。然后小鹿倒地以后 ，FQI 出枪，然后终于逮到机会了。你们这波一接驾，马上从土路拉上来，成为第三方的劝架方。现在 4M 只剩 Forever 一个啊，还有幺幺幺幺幺在绕一个侧边，他被夹在中间，只能去找一个突破口。但是素九和小北两个人过来进行一波协同，幺幺能扛住吗？能顶两个吗？高点这个枪线，哇，血量很强，想打拉手无硬压，但是自己血量已经不多了，很危险。还就没，确实这个是没有时间打药的。是的。然后一颗火是淘汰的幺幺二，这边的话十七还可以把素质给扶一下。是的，悟空已经等了很久了，你们打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可以吃信息过来进行一个反包围。好，把人扶起来，把人先补了。是的，但是车上小北是把屁股男给打下来了，反而是这波悟空的劝架把通。怎么说呢，他的人员编制还可以。是的，他这一波的话稍微的缓了一下十七进攻头顶的欲望，关键是要救。而且我们就是FTI 在上一波的劝架过程当中他是冷静了下来，他并没有一波给 4M 带走，打得非常理智。是的，就是我知道我可以不用在这里跟你死斗。对，打了一波拉扯。现在目前圈内最舒服的就是天路。是的， FQI 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我去卡电塔上的人，电塔过来的人，不管是谁存活。哦，然后悟空两颗手雷把实际上打的只有素九一个人，还是一丝残血，基本很难翻盘啊。这一波现在只要抱团，抱团打补枪就完事了。还是没什么问题啊，血量上的话也是占了绝对的优势。现在 PK9 已经扶不了了。是的，
入了足够多的信息以后 ，apprieciate 开车先进去，就在前面去等。四杆枪对着，没办法的，兄弟死的不亏。连车带人一起，好的，所有的火力啊，全部对准了悟空。嗯，一个小头皮啊，直接修掉，再拿一分。王骚骚几秒 AK， 我连他两人。再打一个王骚骚。先攻型突击手。第一周常规赛的这个 OP 选手。他的分数是9.2对吧，然后冲锋9.8对不对，非常高。就反正就数一数二啊，数一数二的猛男。哎呦，一个手雷直接带走了白龙马。嗯 ，CDG 是找到一波机会啊，而且他们清点的效率是非常快。又雷无威，一丝血锁，要不要刚打起来？王骚骚几秒也可以再刷，但是这是跟无威的配合。是的，还能补充一波物资，因为现在骚骚身上的七六二子弹完全不多了，牛海比也要选择这个时候推进。在这个 CDG 还没有将这个状态调整回来的时候，赶紧是抓一波 timing， 但是正面明密，最后还是 M762 啊获胜。嗯，怎么说？再来一个手雷，一波刷屏以后带走了 CDG 两元。这个就是因为 CDG 在处理 F Prime 的时候用了特别多的进攻性投掷物。哇，这个正面还是刷屏带走 CDG 的位置已经被零度锁定了。那局势就比较明朗了，就是 MCG 肯定是先要去攻掉 DT 这个位置，然后天霸那边呢，他是对准了 RBS， 但是原点也有天霸。定点的反扑。那这样的话，正面战场交给了 RBS 跟天霸。天弟弟是被十二月给放倒。嗯。MCG 可以先把人扶一手，一颗手雷 ，DT 被淘汰。牛海比选择过来清风了，麦田两个干拉的全是背身。哎呦，好准的枪啊，和雷。这个就是比较一个合理的顺序啊，先扔投掷物再出枪。RBS 被夹了，只剩下了十二月。是的，而另一边天霸跟 MCG 依旧是打了起来。哦，一瞬间。带走 MCG。崔七啊，正面连打两人，加上零数据。只能说不管天霸或者是 MCG 来说，他们都尽力了，在这个对面打架。因为这个圈型两支队伍的顺位是差不多的。连续吃到三个北切，导致两支队伍在后续的进球当中确实是这个思路是基本上非常相近的。是的，因为舒服的点位肯定就是天霸和打下来东边的 New Happy。 是的，天路和打下来东边的 New Happy。 天路本场运营不带死的话，没事，在烟边后面的烟里面。有雷有雷有雷，我炸了他一个，我炸了他一个。没有，炸了一个，炸了一个。别动，别动，我打我打我打，没雷了，我没雷了，我扔完了。我也没雷了，我也没雷了。我有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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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扔一个，扔掉了。扔后面一个，扔后面一个，扔后面一个。完了，完了。没雷，没雷，我直接救了，你别动。来雷了，来雷了。我操，妈了！帮我叫，帮我顶头。左边拉了一个，左边拉了一个。好的，也是恭喜。